你现在怎么不挣扎了？你说过让我省点力气的。你还蛮听话的，希望你一会儿也能保持这样的态度。放了我，你的要求多大？都到这一步了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放过你？看到外面有人监视你，不想死就配合我。查到什么没有？打听到的消息是，这个徐哲清是个亡命徒，拿钱什么都敢做，屋里也没什么异常。我就喜欢这种不要命的，是吧，郝无期？站住！你们清点奖金的速度实在太慢了，我懒得等了，直接打我户头上吧。没有贾哥的允许，谁也不许离开。但是我的女人催我赶紧回家。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
屋里没有人，他们逃跑了。你拿着对讲机配合我。相信我。就是这样报答我的。刚刚梦到有头猪咬了我一个。收拾一下，去跟那个警长吃饭。你帮我去衣柜找件衬衫吧，我这样穿没什么安全感。下些什么？我自己的。这样戏码才够逼真嘛。哲青，起了吗？走。神清气爽啊。啊，哎，哟，哎呀，看来这道清纯小菜很合你胃口嘛。他只是看似清纯而已。哎，要不要找人给你们收拾收拾屋子？不用，我自己收拾就行。行吧。来不及吃早餐了，陪我去见个贵客。嗯。哎，彪哥。杨总。哎。你这里的女人我看上了。彪哥看上，直接带走。好。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Thank you.
耀哥带走了。表哥看上的怎么是他呢？给我辆车。下车，你不是老贾的人吗？下车。你这是在替老贾做事吗？现在不是。好你个老蒋，出尔反尔。你又救了我一次，拿钱办事而已，正好也是个逃出去的机会。这是 GPS。我在检查我的女人有没有受到欺负。完事儿和我去找彪哥赔罪。